要把它清看净又比较简便的方法，一定要有两个步骤。那我们第一个步骤的话，我们就先用家里有除尘纸的话，就用除尘纸。那如果说没有除尘纸的话，有那个吸尘器也可以。然后我们就先把地板给它，先把毛屑、头发啊，先把它清除干净。我们清除毛屑的时候啊，一般的话就是会有那个屑屑，有时候除尘纸它没办法把它吸附起来，我们可以先就用把它先放到一边，凳子拖完以后呢，那这个是吸附在我们除尘纸上。那如果说也很多屑屑是没办法吸附在除尘纸上的地方，我们就是用扫把给它扫起来，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灰尘弄得很干净。然后等一下第二个步骤我们要拖地板的时候呢，就会比较轻松的拖了。的话，我们地板有瓷砖的，那也有木头的地板。用木头的地板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把水分拖干一点再来拖地板。那如果瓷砖的话，就是看情形，如果说它比较脏的地方，你就可以稍微湿一点，然后可以加一点清洁剂。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是木头地板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这样子拖。